哋经常喺皮肤上面都会生啲细细粒嘅肉痘，好影响外观噶。我哋称之为疣。张医生啊，究竟乜嘢系疣咧？疣咧系由过滤性病毒 HPV 引起嘅传染性皮肤病，主要系透过日常嘅生活接触而感染。疣咧经常被误认为系鸡眼，事实上咧患者嘅皮肤上面会出现好多唔同大小嘅粒粒。有時好像走米咁樣，有時好像一朵花咁樣，通常是一粒或者幾粒生埋一起，所以咧好影響外觀噶。咁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同治療呢？患者可視乎疣嘅大小同埋感染嘅位置嚟選擇治療嘅方法。若果生喺面部或者敏感嘅部位，或者係較大同埋情況嚴重嘅，會建議揾醫生治療。醫生嘅治療方法係包括水杨酸啦、冷凍、電灼、激光或者手術切割等等。相对地，如果生在手部或者足部，体积较小和情况较轻，那就可以考虑用一些市面上现有的去疣产品在家自行处理了。至于大小怎样界定呢？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一个筆头做比较，如果大过这个筆头的话，就可以界定为较大的了。当然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最好就是找医生了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成为路上最强，路数路顺通。全球销售 number one 嘅 Warner 油蜡烧，专门清除手脚难睇嘅皮肤油，用法简单，只需20秒，效果媲美专业冷冻治疗，美国 FDA 认可，安全可靠，万宁屈臣氏各大药房有售。